医生来电话了没有？化验结果怎么样？知道了。你快说呀，他来电话了没有？怎么说？我这不正等着呢吗？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。说什么说呀？不会有事的。没事没事，要有事怎么办？你说要有事怎么办？你现在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，以前你不是这样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什么事情不互相商量互相分担，现在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说，这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我心里烦的你知道吧。那我呢？我怎么想？我听到这个事情以后我的心情如何你知道吗？喂，是张大夫吗？明星葡萄牙国脚科斯塔之后一记劲射被对方守门员化解。